打波都要有靈魂啊！係信你啊，任何時候都要有靈魂。嗱，雖然係反勝嘅機會係好渺茫，但係呢一節點都要打好自己啊，係咪？即係為自己而戰啊！我相信有奇蹟噶。為體育精神而戰啊！十五號板。六號板啊，十五號推人啊，六號都攞到板，好安全啊，因為十五號去推人。十五號三分。三二一。李振聲啊，俾阿肥翁入場啊！肥翁話：我去射八球三分啊，我又冇係啊，睇下會唔會射八球三分啊？不過打低位唔會啦。哦，好快啊呢、這個！哇，呢、這個中路真係通得非常之靚啊！有阿何志祥兩分入啊！今何志祥平時都喺電視可以見到佢嘅話，經常係客串嗰啲角色嘅喎。即店小二啊嗰啲啊，路人甲乙嗰啲。八秒進攻，五秒。十八號犯規啊！唔驚佢有十五號啊！笑逼完之後，五秒就係玩時間啦，係咪先？下去男仔再做一個假身都得啊！喂，大會係時候送啲飲品啦，好唔好啊？飲曬兩球，送啲飲品俾啲球員啊，十五號。入咗球，下一場要同大會申請翻啊，攞翻個陣飲。一箱啊嘛。一箱啊喎，暫停喎咩？佢冇撳到。但係佢球證傾偈嘅啫。唔入唔入，嗰球唔入。仲有冇個波係 basket？ 即係冇入關幾多球？啱啱正啱咪一個，冇入。冇卡，我冇啊。冇，撳啊。不過頭先可能太投入啦，自己都忘記咗頭先到底有入唔入啊。不過嗰位置啊，問啲球員就自己失禮，不如問我哋就好啦。我唔理有咗收音啦，自己。33。太投入啦，頭先。八秒進攻。五秒，1-43。六号板，六号啊！阿何志祥自己嚟啦，传翻俾阿对方嘅44号啊，陈安立啊。6-44。陈安立啲中距离其实好准嘅话，系嘛？又高，跑步线又高，人又高啊，其实。我正常做多啲中距離，黃忠換人，哇！用夾硬扯上去啊，冇吹犯規，繼續。哎，何志祥有個單刀俾阿米高啊，揸住個八落啊，入啊！暫停啊，停標啦啊！停咗啦！做乜嘢啊？你兩個？39-54啊！追咗五分距離嘅話，真係係掂嘅喎。不過只不過係粉紅色，唔知攞分啫。一陣間過後攞翻幾分就冇受報。你真係相信奇蹟？我相信世界有奇蹟㗎。哎呀，好食！哎，你戴外套。
三秒進攻，犀利！五秒，猜得好有耐性啊！其實三十板咯，喂，二十啊，二十啊，二十助攻俾六號啊！二十呢個有足球嘅意識喎嚇，挑高個波先嚇，即係將足球技術變成喺籃球度，挑高個波先，再打個快攻啊！足球經常見到嘅呢啲啊，踢高踢前個波咯。哇！歐洲一步啊，兩分入啊！咁大份啲歐洲一步都做得咁柔軟啊！阿馬宇傑啊，最好鼓勵隊友喎，要翻去防守啊！廿四三分，廿五板。有啲隊友真係好好啊，又守得又進又肯鼓勵隊友。又俾翻佢啦，阿傑。呢個都係傑啊，兩個傑啊。八秒進攻，一門兩傑啊。王天俊啊，呢球啊入咗兩分啊，我以為入春真係姿勢。哇 OK 坐邊邊啊？俾埋點樣叫？你哋係坐呢邊坐呢邊？哎呀，撥走咗啊！有犯規啊！哎呀，冇吹算啦、啊，其實咁好啊，笑笑口，其實對方有犯規。六號籃板，六號籃板，六號攞翻嚟嘅。八秒進攻。哎，肥翁試球三分係唔夠力啊，真係。連個準備動作都未準備好。又八球三分啊！咁樣射法射聽日都未必入到五球啊。十八板。系啊，四号喺度阻挡啊，犯规啊！四一比五十八啊，个分数都系收啊，都系两三分五分噶，都系拉唔近啊！呢一次都系十八比廿四三分，三十三个顶位有少少推人啊！用手 hold 一 hold 人哋啊！头先系睇得好清楚啊！红色偏抛三次。唔緊要啊，大把身家啊！而家領先嘅十七分。忍到最後先落手，我都話你咪佢話，我忍咗好耐啊，一早好想落手啊，個手痕啦，真係下次又追啊，都要落手。咁啊，九比四啊，一啦，四一分又幾高啊，係防守唔掂啫。四號啊，許之傑啊，兩個罰球入曬啊，十九分距離啊。十八十波。四啊四比十八，四啊四助攻比十八。問下兩分鐘，四分話，你嗰個
係輸第一次輸得慘嘅。八秒進攻。比賽有五波啊。五秒。四。哦，咁樣着落我估可以。我估可以通人，但係呢份球證勾住，我點解問下？唔得，我球證司法獨立啊！司法獨立。十八分，加分加分，停表停停，係咪啊？最後一分鐘要停表啊！一分鐘，一分鐘。好有氣勢喎、啊！其實個輸人唔輸陣啊，都追得好靚啊，追得好近啊！有啊，六號助攻俾44號啊，係咁有啊，分咯，十分啊，而家幾多？十分距離啊，當贏啊，其實啊，30秒。當贏啦，追剩翻十分當贏啦，應該頒埋個呢個咩獎嚟啊？最佳體育精神獎，成隊波啊！20秒，8秒進攻，入。5秒。第四節完比數52比60分，色贏。